一笔一笔的乌鱼卵拢是拄啊喂养殖场取出的，爱马上送到乌鱼子加工厂，生过了后拍打，美味的乌鱼子就完成啊。竞争力最重要，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安全食品考量，这是国际形势，所以就是最优的比赛，让我们的整个业者就是吃了它的乌鱼子要好以外呢，最重要是要不用药或是那个没有药物残留，这是我们最主要比赛的用意。台南市养殖渔业发展协会的理事长也表示，每一年都会举办乌鱼子的比赛，是为了要提升地方产业的发展，提高乌鱼养殖和乌鱼子加工的技术，让品质和口感越来越好。很高兴就是说我们的参加业者呢，他们都是已经能够依照我们的比赛规则呢，去把他们的乌鱼子哈，弄了他们把他们呈现最好的给我们，来这边参加比赛，给我们的消费者。同时呢，如果是国际上有能够看到我们的各种报道的话，他也能够对乌鱼子能够相当的认识，了解我们台湾对食品安全的讲究。举办平价比赛是为了要让业者互相交流，优质的乌鱼子风味甲口感拢袂输野生的乌鱼子。台南优质的乌鱼子是年节送礼上好的选择，民众也使以行动支持台南在地的水产优质产业。南投新闻台的陈启佳龙帮忙采访报道。